大家好，我是张红。唐诗是最美好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读唐诗。今天我们分享唐诗里的节日，这首是关于重阳节的《过故人庄》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长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旧菊花。这首诗的作者孟浩然生活在公元689年至740年，襄州襄阳（现湖北襄阳人），人们也称他为孟襄阳，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，与王维并称为王孟。实际上，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，是王维的先行者。孟浩然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，他的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，大部分为五言短篇，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羁旅的心情。他的诗歌犹如一簇艳丽牡丹中的摇曳山花，单纯宁静，清新自然，越读越不忍释卷呀。这首《过故人庄》描写了诗人隐居鹿门山时，应邀去朋友家做客的生活情景。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，用语平淡无奇，叙事自然流畅，没有丝毫渲染雕琢的痕迹。然而，感情真挚，诗意醇厚，有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，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开门见山，招之即来，简单且随便，说明客人与主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呀，无需客套。黍是黄米饭，古代认为是上等的粮食。通过这首诗，我们也了解了唐朝招待客人的美食了。以鸡黍相邀，既显出田家特有的风味，又可见待客之简朴。那么接下来，宾客之间才能敞开心扉，真诚相待啊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走进村里，坐着顾盼之间，扑面而来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。上句写近景，绿树环抱，显得自成一统，别有天地。下句清荡笔锋，远处的青山一一相伴，让这个小村庄既温暖又不显得孤独。诗人做客的故人庄凸显了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，读者是不是也心生向往了呢？因此下面一联的出现格外合理。开轩面长圃，把酒话桑麻，这句是特写宾主之间在屋内饮酒交谈，兴之所至，索性推开了窗户，临窗举杯。窗外的农场菜圃被绿荫环抱，目之所及，不仅能领略到更加强烈的农庄风味、劳动气息，甚至仿佛可以嗅到长圃上的泥土味呢。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淳朴，和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，甚至净化着人的心绪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旧菊花。孟浩然深深地被农庄生活所吸引，于是流连忘返。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会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共赏菊花，共饮菊花酒。
淡淡两句诗，故人相待的热情，做客的愉快，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，跃然纸上。一个普通的浓妆，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，描写的是眼前景，使用的是口头语。诗人将文字内容、语言形象和诗歌意蕴轻松地融合，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，自然天成。大家知道，孟浩然和王维呢是好朋友。有一次，他在王维家做客，突然唐玄宗驾临，但孟浩然没有官位，按照当时的规矩是不能被皇上接见的。情急之下，王维便让孟浩然藏在了桌子底下，但王维又不敢向玄宗隐瞒，就如实禀告了。玄宗听后很高兴地说：“哈，我早就听说此人的诗名，何必要藏起来呢？赶快出来吧！”孟浩然听到，连忙出来拜见。玄宗问：“你带诗来了吗？”于是，孟浩然在皇上面前朗诵了一首自己认为的杰作《岁暮归南山》。谁知刚读到其中两句，不才明主气，多病故人书。玄宗龙颜大怒，怒斥道：“是你自己不主动为官，我并没有抛弃你，你反倒写诗诬赖我。”盛怒之中，叫孟浩然回终南山去，不得入室。于是，山水之间多了一个孟襄阳。今天看来，却是盛唐诗坛之幸吧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